海神吧，谢谢你，我没事。这里是西苑之海，浮出海面，游到岸边。来，哦，对了。 你怎么下凡？帮助你，天神下凡，端木成前辈。 单木前辈，我这里离协会有些远，步行太慢。你去挑一头驼兽，就算是。你好，这里有三种颜色不同的驼兽，你可以挑一头喜欢的。它们都是又健康又温柔的羊。啊，它看上去也很喜欢你呢，快骑上试试吧。 苏兰城可真热闹啊！
恭喜你通过了。期待你成为一名伟大的冒险家。现在请在登记手册上按上你的手印吧。协会给你安排。接下来请回答我几个问题。别紧张，很简单的哦。对，完成。异世界俱乐部欢迎你。还有些事我要单独告诉你，请到一楼的档案部前稍等我一下。终于，未免惹上不必要的麻烦。哦，明白了，我会。不用太紧张了，大部分冒险家都很友善。拿好，这是你的俱乐部通行卡，你可以进去等秦少师理事长。这沙发，是的呢。作为云锤最大的异界来客交流基地，这里有大家从各个世界带来的新奇东西，还有不少新鲜的资讯。主人可以先四处看看。
感受您的力量。就让你看看鸭的厉害。前辈好，不错，英灵。天啊，等我们找到回去的办法，想要回到原本的时空。明白，我你出来云锤鬼门中。谢谢前辈，我这就去拜访师兄师姐。你就是信上所述，我是师姐好，是师姐。嗯，我们的力量，天空的，你可以理解为是天空神赐予我们飞行与战斗之力。我们手中剑矛，你的武器品阶。多谢师姐。还有什么问题吗？今天我身上就带了这点云券。这也太多吗？多谢师姐。不用，多把时间和心思放在修行训练上。长风吹拂下，愿你前方皆是坦途。